真的 OK， 大家早。早。这应该是我最早的演讲。刚开始，接下来我比较习惯跟人群接触。刚开始，刚开始我的记者，然后来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还想说，不过他当然先帮我。讲完了，时间到，他就 下班了。对，所以他的时间就会是正常的，但我从来就不正常，所以我在想，他们要找我讲这个，应该就是我是这样吧，多么混乱啊！而且我的混乱有多混乱呢？我到昨天工作到两点多钟，确认一下我的今天的 PowerPoint， 然后呢，我就 OK， 我觉得我应该是确认完了，也都弄好了，刚刚一看，空的耶。Oh my god， 然后又来了啊，没关系，我们 always 在一片混乱当中呢，赶快又做一些补救，就是这样子啊。然后昨天你说我常有时候人家请我去演讲，他就说哎，我要跟你约那个半年后的哪一天，我说好，半年后。
就好了，我可不可以自己就在我新闻现场我自己看可以吧，而我自己看就我来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，我自己更贴近事实的本身这样子。好了，那你就会觉得那我的人生怎么讲啊，那我20岁就有终身职，如果是你，你要不要放弃人家要好难好难考上考进来的终身职，然后去做一个，你看我从来这辈子当个记者从来没有准时吃饭过的这样的工作，然后你看我那时候要跟校长辞职的时候，他还说你这个狗囡仔，你打给你娘吗，你这个狗囡仔，那么你觉得这工作外面多少人来对进来，你还要辞掉，然后你看每天4点就下班了，又有寒暑假，然后呢寒暑假是可以领钱的，然后又很优渥的退休金，50岁就可以退休了，他一直跟我讲很多很多的好处，甚至那时候还有18趴OK 好，那这些我都无动于衷，一直到最后说乱讲，你说他们在说在讲话，
国大陆哦，我后来博士毕业以后，为了想要了解中国呢，有到北大去念 MBA， 然后目的只有想，就跟我当记者的初衷是一样，因为我想了解，所以我想亲身去看，所以我想了解中国崛起，所以我亲身去看，通过一个读书的方式。好，然后呢，每次看到我同学传的那些，这个所有的天哪，都是这样报道。
是新闻，赶快，要不要插播？好，所以争论的时候也要不要播一下？要啊。好，那主持人还是要播一下。哎，来自日本的最新消息，巴拉巴拉巴拉，讲完，好，继续争论。OK， 然后是后来越来越多画面进来，甚至连画面还有从台中央开到来的时候开始一直记录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这么完整记录很小，画面超丰富的，对内语言叫画面超棒的。在东北非常严重的海啸，而且
其实也不止一次这样子散漫文字，这块土地总是被台下来蹂躏。那以你学历史的纵观的这样的立场，你怎么看日本老是被这种海啸的侵袭，一直到现在甚至是更大的灾难？我觉得我我就很针对他的专业，就是总是把他贬到他的专业。Thank you.
个也是一篇混乱。我们以前呢、哦，知道他是谁吗 ？OK， 他以前现在这时代，反正他现在已经最早的时候，每次出来连线就是在现场的 live， 对，他出来连线，他也算是创新，有没有？我们现在在讲新创，他是不是也是一个创新？是，他就趁你，他就发现哎。电视台 live 有一个特质，因为是真的 live， 就是我是在外场，我是321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呢在华商文创园区这里边的，啊，所以我现在已经在 live 已经播出，正在播出，他就趁这个机会侵入你的这个空间，然后就在你后面，他也没打扰你，他就在你后面这样安排，然后自己在那笑。然后这一切都会被拍进去，是吧？然后观众大家就，其实也觉得蛮有趣的。他后面的人是谁？可是他就是每天就这样子，你就觉得很烦，你就很想，你怎么开了？可是我现在正在 live， 我就是我说不能有可以这样吗？讲到一半说，你看下没塞了呀？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继续讲之类的。可是他就这样子。在那个时候他就创新，然后就一下就又红了。OK， 但是在不混乱的情况之下，他也是造成一个混乱。你要不要继续讲？要啊，就是讲哇、哦，好吧，这个言论市场哦，你每天有争论节目，其实都各自因为观众群的不同，是有各自的取向，这也是就是媒体的一个现象啊、哦。但所以呢，你看像我们后来，我在像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的一个方式。辩论会就很好，你们愿意来参加，大家讲清楚，然后都是公平的版面，公平的就是、拍摄，公平的时段，公平的什么，让你好好去讲。那我开始还以为说，如果做这种、就是一直讲话，然后又没有很夸张的表演的话，会不会收视率不好？就后来几次的辩论发现，错哎、欸，那总是我每。
器，他说我是哪个监视器，路边监视器，我说拍到，所以呢，他说所以他是动作片，动作片，因为有这样的过程，我说好，这个过程有十秒好了，这边长一点十五秒好了，那你就去勾锁了就没有啦，他一直在那边，然后呢女友被拉下来，如果这个女友被拉下来被车撞死了是不是新闻，哎就是了，或他拉下来在路边结果被亲亲了是不是新闻，是拉下来没事啊，那是新闻吗，只不过就是他们男女之间的吵架嘛，而且这吵的事还真小，还是你们喜欢看这种小剧，就是当你们很不解的地方，你们观众们你们是怎么了，因为某个电视台宣称他们拥有年轻族群的收视是最高的，Thank you.
然后去访问的很多很多很多的专家，各式各样跟这个研究的领域的通通访问过，让你要自己非常非常的了解这个问题，然后到最后才去最后才去跟科批，因为他主管机关是科批，就跟科批讲，然后最后再找到这个当事，就是他们见到这个单位，然后来讲这整个事情。但他们当然也很基于社会责任的，也坦诚这样的一个情况，但是很强调说这个是强度是 OK 的，是以后这个 BOT 案再还给政府是绝对 OK 的，当然就让他平民去讲这件事。可是在这个过程，我和多少单位找我嘛，他们就会隐约就会打听到，我甚至还有一家钢铁公司就找我去。Thank you.
但是你拥有资讯，你才有办法解决问题嘛。你知道，如果说你家就是这里，你要知道啊，因为这个问题又没有很严重，不能处理，它可以处理的。所以，如果你知道你家的地址是这样，它怎么样去进行抢购，你就可以防灾了嘛。不就这样吗？所以你要先知道，不能说我不想跟你讲，那不是才是真正造成伤害的开始吗？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要揭露。前八八风灾会直接冲到内政部，当时的部长是李鸿源，就跟他讲说：“拜托，八八风灾死了500多，都是死掉我们台湾人。”结果却是日本带了一大群学者、专家、研究员，还有 NHK 都来了，直接在小林村那边，就在里面好好的研究，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大灾难，才定义了在以前。所以
着整个家庭，然后我们就住在一个，就是到处租房子，然后就住在一个人家租人家的小小二楼的一个空间，然后爸爸本来在医院，后来回来，妈妈终于买了一个床垫，没有床脚啊，买了一个床垫放在房间给爸爸睡，但是有他睡，但我们平，我所以我从小就睡在地板上，跟妈妈还有三哥哥，所以其实我从小都不知道原来爸妈要睡在一起，好像是后来到了很多后来的事情，好笑的事情，那 anyway 那就这样的一个。Thank you.